他们说这是不可能的事，单凭一个贴片就能提升细胞活性，利用这样的便携式科技，不可能。但是他们不知道，这位发明家 David Schmidt, LifeWave 的创始人兼执行长，他让大家所说的不可能成为可能。David 致力于在不使用药物或兴奋剂的情况下，自然提升人体细胞能量的水平，从而在2000年初期推出了 LifeWave。他的使命是什么？与世界分享让人身体健康、保健、美丽和长寿的优质产品，不含药物。这个重大突破出现在2004年的美国奥运预选赛上。当时，在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的指标教练 LifeWave 的拥护者 Richard Quack 的带领下，游泳健将们使用 LifeWave 的能量贴片创造了多项记录。这是我们的第一项产品。消息传开了，在怀疑论者的推动下，争议随之而来。但 LifeWave 已被证明是一种安全的非药物科技，在专业运动员、训练者、保健医生、科学家以及一般民众中立即掀起了一股热潮。他们发现 LifeWave 可改善身体状况，精力更充沛，耐力更充足，对生活更有热情。但 David 并未就此止步，他对科学精益求精，发明了各种新方法，减少疼痛，改善睡眠，摆脱压力困扰，还有许许多多绝对不含药物。全国性的故事、访谈、名人合作接踵而至，其他国家的人听说 LifeWave 独特的健康、保健和功效科技产品后，开始掀起了这股世界业绩暴增的浪潮。毕竟当您感觉很棒的时候，便会开始分享，用各种语言，然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了。您听过大爆炸理论吗？ LifeWave 的大爆炸不是理论，它改变了一切。在2018年夏天，干细胞以及人们对它在人体内价值的了解日益加深，这些都在全世界成了头条新闻。但十多年来， David Schmidt 已经在研究人体的衰老过程以及干细胞如何减缓衰老。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启动现有干细胞的可能性上，然后他想出了如何使用 LifeWave 技术来提升一种已证实有效的酮肽。几十年的研究在其背后作为科技的证明，此酮肽无需注射就可启动干细胞。接下来就是历史性一刻， X39 诞生了。当 X39 于2019年初推出时，效果令人震惊，客户见证犹如泉涌。今天它已被证明是一项席卷整个健康养生世界的发明，正在改变各地人们的生活。 LifeWave 因此发展迅速。 David 说， X39 是他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就， LifeWave 一跃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，销售达70多个国家，超过80项临床试验和已发明的研究，超过100项由 David 的申请及获得的全球专利，其中包括70多项再生科学领域的专利，零竞争对手。这一切意味着什么？如果您是首次听说 LifeWave， 您就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，您从我们的加速增长业绩中获利的机会就在现在。掌握获利良机的人很多，您会成为其中的一员吗？ LifeWave 已得到公认，现在正值巨大商机的开始，非常的巨大，您也正站在起始点上。你可借由 LifeWave 帮助人们发现回到身体绝佳状态的感觉有多棒。这就是机会的定义，这就是 LifeWave。